Wajah Nur Alisa binti Abdul Rashid. Wajah Nida Nazihah Muhammad Sabri. Hao, Washer Atika Fatini binti Ruslan. Taja Hao, Washer Nur Fatihah Kemal binti Jamaluddin. Nida, 今天中午你要吃什么? 我要吃菜和米饭, 你呢? 我也要吃菜和米饭。 我们也去古食堂吃饭。 明天下午你有空吗? 是的, 明天下午我有空。 明天下午要不要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复习功课? 我们几点哭? 下午2:15, 我们去图书馆复习功课。 好啊, 下午见。 Alisa, 今天你有活游客吗? 没有,你呢? 今天我没有活游客。 你的活游老师是谁? 我的活游老师是王老师。 你忙吗? 我很忙，我要做功课。明天你有空吗? 我有空。明天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好吗? 好啊，看了电影，我们去AEON购物中心买东西。 好的,明天见。明天见。 好,主播真,你好吗? 啊,我很好,谢谢你呢。 我也很好。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Zuolan那人。你的手机号码几号? 我的手机号码是01911712。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饭? 我们去哪里吃饭? 来我的家吃饭。好啊，明天见。好的，明天见。 妮妮，如妮，生日快乐！谢谢，请坐。好啊，你的家有几个人？ 我的家有三个人，我的妈妈厨房做饭。你的爸爸呢？ 他去工作了。你的爸爸做什么工作？ 他是警察。他在哪里工作？ 他在警察局工作。走吧，我们去吃饭。好啊。